据说东湖大学的女鬼桥在午夜12点，原本13层的阶梯会多出一阶。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回头，因为女鬼可能就在你身后。我们是不是在阶梯上回头了？之前的确是有学生集体出意外，他们全部都是溺死。主播当然好好的，怎么会被调来做这个？这个至少真实啊，都是真的发生过的事。所以你觉得传说都是真的吗？什么女鬼杀人？什么传说都有真实的部分，永远不要相信事情的表面。那里好像有人。没有。有啊，就在。奇怪。今天是4年前事发当日的2月28日，我们现在检验楼梯有几阶，1、2、3。这个是吗？挺像的，好不好？你没有漏掉什么？我们根本就不该玩这个游戏的，我们一定逃不了的。发生什么事，绝对不要在阶梯上回头。